不如学艺。不掉闪？全军出击。他不掉闪现吗？两个。我感觉那辅助不如学个 E 呢，那个 Q 技能挺快，尴尬的。相信自己，卡莎，要对自己说，你可以活下去，会有机会。没闪的，三个了。喂不饱野兽的话，你就是食物。我的第二身皮肤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我不会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。帅啊，灰！看对面杰拿三个击杀死了，灰其实是难受的。世界一直在变化，结果由我们来决定。生存的渴望，再有本能反复磨砺。让他们自己上钩。这就是我回来的原因。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。回来迟到了。
手机。我马上。我闻到的是桃子吗？可惜了，刚好上去的时候 W 闪加平 A 死哥来了，只能说小难受吧。死哥拿了个250块钱，这身皮肤的狩猎风格是我决定的。我们准备好了，他们会来。每次杀这老鼠要用个针眼，带个针眼玩一玩，还是不能进化 Q 啊！我不着急，我在虚空中活了下来，我没有让死亡，我没有低头认命。我喜欢这里，说不定会留下来。回来了，也变强了。我的妈耶！哎，我 W 也空的，大家技能都空的，那谁也别说谁。是的。-7的解、啊、中单压力会难很大吧，我其实我还好。我马上
感觉匈奴玩不了啊，前面那个三杀对杰来说，太重要了。那会这个传统法师打刺客，还打这种能突进来的刺客的话，压力就很大。不是吧？等一下，我也好有的受了。杰加死哥，待会儿我也要遭老罪。杰上来一个大招，然后死哥交个大招，我死了，就很简单。我在虚空中活了下来，但这个会让我有最好的结局。害怕，我没大招，不敢往前走啊！我是真怕，这肯定怕呀！他回去两件套，走远点，瑟瑟发抖啊！这压起身不能压嘛？这 QQ 到哪里去了，兄弟？这起身压的有问题啊！原谅很难，但是绝对值得。生存意味着永不止息，虚空也明白这个道理。哎呦了个豆呢，哥们儿，这也没勾到嘛！就杀了分都没走位的，就是往前走的，不存在什么左右走位的结果也没勾到嘛，有点尴尬哦。我感觉挺尴尬的，没 Q 到。坚守自己的土地，在他们的地盘猎杀。他在下，刚没看到吗？小地图上刚刚是露头了的，这个姐在下路露了下头。辅助和对于小地图很敏感啊，我感觉对于大局的一个把握不是很敏感。我必须出手拯救。
来刷一波先，刷一波回去进化 W。保持警惕，损失不少。居然再给我一刀了。是的，已经是一具尸体了，这个不死没道理的。主要是，哎，这好像还不好说。杰打会，他只要杰，只要会丢 EQ 的时候，杰交大招就一定赢。技能教的，这技能教的真有点小歪歪，我有点歪啊！动起来的目标才能活得更久。可惜，没办法，这个实在是装备差距过大，或者说装备差距实在太大。他装备好一点的话，这波应该都赢了，没啥办法。到处都是怪物。这就是我的意义，学着点胜。哎呦我的，哎呀，但是我的 homie 们怎么都有点不得劲呢，有点不该吃这个 E 吧，这个 E 不该吃。对啊，的 homie 们好像都不是很得劲呀。锤石哥一个，别指望了，锤石的 Q 技能，哎，不是很好报，不是很好评价了。我们锤石的 Q 技能，上单1-4，中单1-5，打野5-5，打野进野区死了两波。哎，这么难玩吗？
身皮肤活在我身上，与我一起受苦。虚空中第一法则，死死。喂不饱野兽的话，你就是食物了。世界一直在变化，结果由我们来决定。再还往前走嘛，胆子挺大的。啥胆子是真有点大。先算了，稳一点吧，就先不乱搞。
喜欢这里，说不定会留下来。中路两个，中路两个，下路一个，然后上路应该，青钢也回来了。我回来了，也变强了。青钢也回来了，就让狗头带，无所谓啊。是吧，这样子也是赚，正面别给机会就行了，再拉拉拉扯扯一会儿，看他们上路有没有人去守狗的。对面现在要么下路直接开，要么就找人去守狗的。OK， 青钢也上去了，无人可挡。原谅很难，但是绝对值得。我没中亚，我小心一点。